咱们想一下，再接下来跳个什么？接下来跳个什么？谢谢谢谢，大家有条件咱们可以帮苏拉亮一下掌管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谢谢。那你选一个，我也不知道呀，对不对？你们帮我选，真的，你选的挺好的，只是都是比较好一点的，在户外跳的话是很好看的，在室内不头晕的，就是不那么转就行了。藏西藏人，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啊，谢谢谢谢我秦风哥送来的花环，嘎真奇。你们说吧。你们说，家人们，你们看吧，我这样站着的时候跟怎么样，对不对？谢谢啊，谢谢天哥，感谢加入粉丝团。所有人一起一起点赞，好吧，一起点赞，一起加关注，加个粉丝团，左上角有一个黄色的爱心，咱们点进去就可以加个团，好吧，家人们，加个团，感谢感谢感谢过眼云哥哥的关注，谢谢大哥，感谢难忘哥的关注，大家一起猜一下我跳什么，对吧？想一下我跳什么，想一下我跳什么。感谢枪哥，谢谢你加入粉丝团，感谢啊，感谢过哥的灯牌，谢谢挂真奇，欢迎啊欢迎，我好多好多人说话我看不到，在那个作品里你太漂太美了，对对对，西藏国妆，我关注你了，漂亮，谢谢谢谢，欢迎啊欢迎龙哥。跳刚刚的那个，刚刚那个不会跳啊，就是不是不会跳，是头晕，头晕呢、啊。咱们继续想一下，继续想一下，苏拉跳什么？嗯，大家点赞，点点赞，点点赞，咱们点赞十万，往十万以上冲一下，好不好？点赞走起来吧，家人们，我看一下哦，我们家真的，说实话，没人给我点赞呀。你看，再见哥、清风哥、静哥，对吧？用户哥哥、独行哥，定油、邓定油哥哥，还有这个，这个施纠结的这个大哥的名字我叫不会啊。还有用户六零哥、天哥、天狼哥、虎阳哥、过眼哥、强哥，用户哥哥。爱跳舞哥哥，还有那个胸影哥、木子林哥哥，往下的都没给苏拉点赞。你们想看苏拉跳舞吗，家人们？想看的话，咱们可不可以支持一下，给主播点个赞？可不可以给主播点个赞？对，房间有点小啊，然后就是特别转圈的，就是头有点晕，头晕，好不好？咱们一下的都给主播点个赞，好不好？浪子之歌，浪子之歌有这样的吗？好多歌我都不知道啊，家人。哦，浪子之歌。跳那个海洋哥，关注了点赞了先睡了完，哎呀，真的，这个也不会跳咋办？吉祥哈达，吉祥阿若康巴，我看一下啊。阿若。阿若康巴，
但是不会跳。将就瞎跳可以吗？我瞎跳一个好不好？这个就按这个音乐，然后我瞎跳可以吗？按照我自己来跳，看看可不可以跳，好不好？咱们这些都是人编的，对吧？我也编一个，好不好 ？OK 吗，家人们？可以，可不可以呀？可以，咱们就编一个，好吧？自由发挥，对，我想自由发挥，可以吗？自由发挥可不可以？可以是吧？可以吗？咱们就可以的，就打个可以。好好好，自由发挥一个哈。会跳的，我自己选一个，这次就太难了。我感觉你们比我厉害，认识的那么多，真的，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雪域、歌舞之海，还有信鸽之声，还有就是纸歌，还有就是那个赤城罗珠，就是好多都记不住啊。谢谢谢谢，感谢三星哥，感谢你的灯牌，谢谢大哥。来给你们跳一个好吧，感谢大哥的梨花筒。花筒，三哥，三心二意哥，谢谢你三哥，好身材。我跳一个，跳一个。